我是小龟，大家早安。我今天呢要来做意大利热狗堡。那热狗堡我想大家应该都是不陌不生，就是一般的美式热狗堡的话，都是加一个面包一个热狗，然后自己再加酱。那我今天我想要自己做肉酱淋在上面这样子。那这里有已经有现成的这个面包，然后呢还有这个热狗，那它这个热狗的话是德式香肠这样子。那我等一下会先把这个热狗先拿去，就是蒸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再准备了这个绞肉，然后还有这个肉酱。等一下来教大家做一个就是简单的早餐。我现在热锅了，然后我先倒装这个刚蒸好的这个热狗，
大家的习惯，就是看你们要肉酱先淋下去，然后上面放 cheese 再下去烤，也可以。等我老公睡起来，我们再给他吃。那我先来吃吃看我的味道。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早餐的话呢，我算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不会超过，就是差不多10-15分钟就可以把它做完。然后呢，它的价格呢也很划算。我算一下它的就是成本来讲的话呢，50块不到，对你就可以吃这个。满满的肉跟那个 cheese， 然后的热狗包来吃吃看味道。当然好吃啊！我怎么可能会说自己做不好吃？我觉得呢，因为它这个，我觉得热狗蛮好吃的，然后但是它的那个热狗的，它的这个热狗堡的那个面包是那个 IKEA 的，我觉得它比较偏干，然后就是所以烤起来就会比较硬，不是那种很松软的感觉，所以我不喜欢。但是，所以我可以建议大家说，热狗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到 IKEA 那边买，因为它10只好像才120块，所以我觉得蛮划算的。那面包的部分呢，看大家可以去大卖场啊，或是去想要方便一点的话，去 Seven 也可以，他们都会比较软。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自己在家里这样做非常的方便又好吃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家的就是肉酱你其实是去大卖场买现成的那个红酱，然后加绞肉下去。那其实刚刚大家有看到我有加一匙糖，因为其实肉酱其实会比较偏酸，你加糖的话去中和会比较甜一点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辣的人，记得要加这个墨西哥辣椒，这是我的最爱。然后呢，来一杯自己煮的美式咖啡，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餐啦。好啦，下次再教大家别的早餐咯，拜拜。